十五，闹元宵，对，今天是德云社的开箱，是开箱封箱，这是一个专业名词，是过去唱戏的有这个，就是春节前最后一场演出演完了，戏剧服装盔头装在箱子里，盖上盖贴上封条，这叫封箱，对，转过年来第一场演出撕掉封箱拿出来之后接着唱，这叫开箱，哎，这怎么两道？说相声过去没有开箱封箱，哦，你想就一大罐也不至于搁在箱子里边啊，自个儿装包的就走了啊，嚯，这又上访的，你好，嗨，你看见了，这是我写那字儿，哎，谢谢，受累了啊，受累了，哦，你也好，你好，谢谢啊，谢谢啊，我是妇女之友，请大家摇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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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排队，请排队啊，谢谢吧啊，来听相声来是您各位捧我们，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个晚年，各位晚年幸福啊！我们负责说，您负责笑，哦，不用考虑太多，节目呢有的档次高一点，有的水平差一点，有的文绉绉的，有的猥琐一点，哦，譬如刚才那个节目啊，为什么呢？因为台下藏龙卧虎，好几千观众，哦，正所谓众口难调，对，你说整个这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全是文言的，我们能做得到，但是以后我们就没法吃饭了，你再卖票没人买票了，没人听了，你说这水平上去了吧，你生活下来了就所以说我们难就难在这儿了啊！艺术要满足大多数人的口味。四千人坐好了，这有一位老先生，我就爱听文言，每句话都得是三千年前的话，我才爱听了。我为了你一个人得罪好几千人，我也犯不上，是不是？你还是赠个票。所以说没买，所以说没有办法啊！您各位就减轻一切的负担包袱，不要因为哎呀听这个是不是把我如何如何，不会的，不会的，哈哈一乐，快乐是最重要的，哎，一定要笑，记住了啊，不笑有三，无后为大，对，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不挨着，那挨着啊，不笑有三啊，不笑的是有三种人，哦，第一种是有权力的人啊，这么些年演出我看得出来，往那一坐啊，撇着大嘴这劲头。有身份，我不能乐哦啊！我有权利，我跟着乐显着让人看不起哦。没，啊、我管着我下边五百多人，嚯、哦！后来一问看坟地的，哎嗨，管五百多死人啊！有权的人他不好意思笑、啊，还有就是有钱的人不爱笑啊。富人，哎呀，我趁八个亿啊、哦，我要一块笑，显着是不是没有身份了？哦，八个亿哪张都带玉皇大帝，对、啊，这还是看坟地的，就是、啊还有就是那个。觉得自己有学问的人，哦，有身份了，有知识。哎呀，我很清高，我不能跟老百姓一块儿笑。嚯，全场四千人都乐，就你绷着脸。嗯，是说明你没听明白。哎，这嗨，这有什么学问呢？这个就是你那个智力不够。所以说，该笑就笑，你不笑我也不退钱，是不是？啊、你还白耽误一晚上，这犯不上。那倒是啊，这都是我们的老观众、熟朋友。嗯，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嗯，我们俩是。说相声的两个小学生是啊，都这岁数还小学生，哎，对，活到老学到老，那错不了啊。我叫郭德纲啊，哎，就无所谓，哎，别无所谓，怎么到我这儿无所谓了？不用多介绍，谁不认识您呢？啊、嗯，于谦老师，别，您老师真啊，中国相声界这相声皇后，哎，我是皇后，皇上是谁呀、啊？朕在此，开玩笑，哎，就。我公司一姐这是啊啊，在德云社母仪天下，这我男的女的呀，我不管别人，嗯，反我要念谦哥的好处。哟，您这话从何说起？认识好几十年了，合作也快二十年了，嗯，哥俩这份交情，嗯，说句良心话，用笔写不清楚。对，那倒是最没辙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啊，朋友们没犯辙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一起分文无有的时候。他在我身边，这应该的。遭排挤陷害的时候，嗯，他在我身边，哥们儿啊，这么多年，我特别想问一下，嗯，是不是你放的我？哎，太好。
我也是没赶上好时候，你这没有你的时候我好着呢。玩笑说玩笑啊，这是一块成长起来的，嗯，好哥们儿，好兄弟，是台上是好搭档，台底下跟我亲哥哥一样，就这么好。我们认识那会儿二十来岁，嗯，再往前甚至说二十出头就在一块儿，对，这么多年了。说句良心的话，现在眼瞅着他鬓角都白头发，其实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岁数大了，哥哥老了，这是啊，就是上岁数。我们确实啊，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哦啊，站在台上自己能知道，嗯，就不如二十出头的时候。那是二十来岁站台上不知道累，嗯，那个随便啊，爱怎么演怎么演。是现在知道累了，嗯，演时间长了，扶点桌子，哎，有点累。身体不，包括他媳妇儿都说我，嗯，你现在身体不如原来，对吧？想干嘛非他说呀？这找别人说不行吗？你是高峰媳妇儿也说，哎，好，全是别人媳妇儿说，都说，都说，都说啊！我这我好好的吧，我努力吧，是吧？哎，得了，别让他们大伙儿瞧不起我啊！一块成长这么些年来，嗯，我是发自肺腑的谢谢于老师，您客气。这么多年来，在我们这儿净吃亏了。怎么叫吃亏呢？台上这是假的，说着玩啊！啊，台底下人家是确实对我们像亲哥哥一样啊，关系倒是没问题。花钱呢、啊，有点什么事儿，嗯，抢在头里、啊。那谁让我大呢？不，关键他有钱 啊！你看看，你看，比如说喊于老有钱、啊，他给你花过钱吧？哎，这没有。哦，这哪儿的事呢？我回去告诉他媳妇去。哎，真是有钱。真的是有钱，你就是他媳妇儿啊！哎呀，好嘛！哎呀，穿上衣服认不出来了。去！我们到底还有没有节操和下限？今儿不是过节吗？那倒是。什么乱七八糟？为什么我跟他好就在这儿呢？啊，大方。我说的大方指的是真花钱啊，高台吃东西啊，花钱买东西都是人家抢着花钱。嗯，确实真有钱。当年我们都没辙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够瞧的了。怎么叫够瞧的呢？我印象特别深啊啊！想当初我用那个 BB 机，嗯，一说这话就得四十岁往上的人才知道这个传呼机，嗯 ，BB 机是吧？嗯，呼机那会儿有数字的，对。后来出了汉字的就了不得了，那叫汉显呐，好几千块钱。对。其实那会儿我们觉得不错的时候，嗯，于老师已经有手机了啊。我是买的比较早，那会儿叫大哥大啊，对，就这么大个，就打砖头的那个，黑的那个哈，嗯，硬塑料，四四方方，这老款摩托罗拉的呢，这么大个黑的啊，对，上面还立一天线，长着呢，加天线得这么大个哈、啊嗯。那会儿做买卖的净拿这个，对。晃晃悠悠的出去啊，比划着。有钱人那会儿才拿这个，对，那会儿谦儿哥就有。我们还拿着 BB 机呢，哎，看我这个汉显的、嗯，人家于老师站在边上，嗯，风轻云淡的看着我们，哦，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你等一会儿，哎，咱先不说这个啊，哎、你管这叫风轻云淡啊？不是我这干嘛呢？我这来电话了。来电话我干嘛这样啊？震动，这震动也太大点了吧？这个我们都傻了啊！哦，来电话嘞！哦，看人家啊，行行，赶紧接吧。这才伸手拿电话啊！我这是甩甩上面的血是吗？嗯，什么蹭一脸啊？哎哟，这一下是杵到嗓子眼了，这是。你好，哦，我是于谦。哎呀，说吧。啊？怎么着？打错了？打错了？那费这么大劲干嘛呀？常联系。那还联系什么呀？这都不认识。挂了。嗯。我这个手机搁到哪儿了？裤子上有一个口袋啊，口袋紧哦，一放的时候，听这声音就是穿破口袋了吧？好吧，啊，什么叫好吧？没有啊，手机往口袋里放哦哦，我说没在口袋里吧？
回来吧，回来吧，行行行啊，叫别使相了，你这就是这么有钱，这叫有钱吗？这钱是偷来的吗？啊，是抢来的吗？那哪能啊？人家家祖产，哎，传下来的。现在您各位瞧见了，说相声的于谦啊，清朝的时候谁敢说这个话？怎么了？那不是一般人哦，跟皇上家沾亲戚。啊，是本家儿。哎，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来，咱们都得跪那儿。嚯，这这么大身份，等着人家于的人这轿子过去，嚯，咱们才能起来。哦，清朝咱们跟街上于谦完了，怎么完了？于老拿着刀就过来了。哎呦，啊，两刀！哎呀，咱那自行车带就扎了。哎，我流氓啊！我是，我扎人车带去干嘛呀？人家扎完了，嗯、啊。哎，好家伙！哎，行了，行了，行了，哎、我别扎别人了，我扎我自个儿得了。嗯，跟皇上是本家哦，皇上姓爱新觉罗，是他们家姓的是叶赫那拉啊，是那支儿上的，是不是啊？嗯，宣统退位，取消帝制啊，满人改汉姓哦，爱新觉罗改姓金，对，叶赫那拉改姓拉。我们这字儿挑的差点。嗯。拉家传人，这嗨呀、嗯，太难听了。有祖产哦，前门外前门大街，嗯，路西是那一趟胡同都是人家家的。嗯、对了，皮条胡同，嗯，是有这胡同，皮条胡同啊，拉家，哎，就是拉皮条那家是吗？怎么那么别扭？听着、嗯、不谈工作，哎，这没有这工作，啊、还往那儿说呢。我有事没事老去串门。啊，你去！哎呦，啊，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了？家里哪样都是文物，啊、都是传下来的吗？我的天！看完人家，咱那个不叫日子，没法过了。后台一帮说相声玩手串啊啊，什么蜜了呀，嗯，松石啊，哦，什么菩提子啊，乱七八糟的文玩吗？琥珀啊，跟着玩。嗯、我说你们这个，这跟于谦的没法比。我们家有好的，你就拿这琥珀蜜了来说吧。嗯，蜜了琥珀是一样东西。哦，一种透明的，一种不透明的。嗯，据说比如说几亿年前，几千万年前，哦，松树啊，什么树，滴答，嗯，有这么一滴的松油子，是树油子，哎，掉下来，嗯，哎，比如说有掉虫子身上了，哦，掉好了，嗯，多少年后拿出来看，就是琥珀或者是蜜了，对，就了不得了。里边有一虫子，呼呦，值好几万，那就虫破呀，就这么一玩意儿就了不得，那是美呀、啊，看着啊，跟人家怎么比？我们家呢？人家家那琥珀里边，嗯，有长颈鹿，傻鹿啊，这是，这多大一油子掉下来，跟那儿等着呀、啊，这是，滴答，哎呀，这喊的且滴的呢，这啊，嗯，这鹿跟那儿死了。现在在人家院里边了。哎呦，你不服行吗？是吗？他跟他爸爸天天盘这个。哎呦，我要喝血，行了，行了，行了，没把鹿盘出来，我们爷俩盘出来了。一会儿，有钱人啊，很厉害呀、啊啊。没有听说过。吃饭一个碗啊，郭德纲，你看看我这碗75万，这么贵啊？捧在手里边，我真怕摔了怎么办呢？那倒也不至于。75万人家一个碗，嘿，翻过来看啊，有款儿，哦，写的是微波炉专用。哎，我们家太能折腾了，这75万买一微波炉的碗。过去来说呀、啊，说这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后代孩子，竟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哎呀，说纨绔子弟哦，但是人家没有，咱不学呢。哎呀，过去来说三辈出一个。贵族，嗯，这个贵族他跟暴发户不一样，是突然间发财了，哎呀，头天还跟桥底下睡觉呢，嗯，就是趁3亿，哎呦，他有钱了，但有钱了之后，他那个状态还是在桥底下，哦，都没变，不一样、嗯，啊，这个富贵一定是三辈往上，嗯，会吃会穿会说话，讲究，这是骨子里的东西，嗯，人家就做到这点了，那是祖传的吗，跟人家咱没法比啊，您他当然是比我大几岁，但是同样年龄我也做不到。您客气，这脾气性格，这份儿，倒脾气倒是好。我亲眼看见啊，就在北京，啊、有一帮人骂他，哦，要换我早急了，那打起来了，骂他，一帮女的，哎呦，骂的那个难听，还是女的骂于老师、啊，就跟没听见一样。谁跟他们置气呀、啊？转过身啊，默默的，嗯，奔南浴池走啊。你回来吧，我走错地方了，是吗？那是没打我就是好的，假装没看见。哎，
还假装干嘛呀？那么大岁数，你说能走错吗？不能啊。他能故意去吗？他不是。对，那是他上那儿找他父亲。哎，你看，爷儿俩都是流氓，我们这瞎说了啊，这我不爱听啊。不是你说的呀，我找我爸爸。他父亲在我心里边位置很高。那你说这个？那个老爷子老贵族。哦，那意思能一样吗？是吗？老头洗澡去啊，洗澡有时候岁数大了啊，就糊涂了，他上那儿找老爷子去。那也得去对。我在北京说句良心话啊，嗯，我洗澡都是他爸爸教的。这还用教吗？你可别以为洗澡谁不会，打开热水就洗，不是这么简单啊。这有学问吗？洗澡是文化呀。哦，讲究的主跟这一待待一天。哦，泡澡这叫糖腻子。对，有这个人。里边吃，里边喝茶，嗯，下棋，跟那玩，搓澡修脚，全套的。是是是，他们老爷子这份他讲究这个。我当年到北京就是老头告诉我，啊，别瞎来，知道吗？哦，来，少爷，我带你去。你看那块匾了吗？这是三个大字“清华池”，啊，这最老的澡堂子了。在北京洗澡，在这儿“清华池”。对，对对，哎，来，今儿大爷教你怎么叫老北京洗澡。哦，这是个学问知识。这就脱，老头都脱了。嗯，我还有点害臊，干嘛呀，大爷？啊，咱还没进去呢。哎，门口啊，那是得害臊那个。多冷啊！这废话，哪有在门口脱的呀？我们俩站在湖广会馆门口，就他就脱了，还没过马路呢，还这在翻栏杆，这得现得多的眼呢，这个。我搀着他，老头翻栏杆。哎呀，还行行行，比检查身体动静都大。是，一翻栏杆，老头卡在那儿了，还卡住了。来帮警察，还有这边跳广场舞的26个大妈过来。行行行行，这快卖票了，这都。啊，挺好啊，老头洗澡那是个学问呢啊！我没见过这么爱洗澡的人，是吗？讲究洗头一水，什么叫头一水呀？这一天来的都是人，洗完走了，池子刷干净，换了新水，谁第一个下去，这叫洗头一水。哦，这干净，身份的象征。嚯，就你父亲这老贵族啊！哎呀，这个老太爷呀，早晨4点就得去，这那么早啊？就彰显他这个贵族气质。嚯！4点啊，清华池门口，嘿，你瞧给这孙子冻的，你这，这是贵族气质吗？这个老太爷啊，什么老太爷呀？这个伙计们刷好了水 啊，弄池子，完事开开门，请老太爷，请吗？哎，叫猫呢这，这老太爷这才进来。哎，好，就别提老太爷了，脱衣裳下池子啊，上来了，为什么？这个，嗯。兑点凉水啊，太烫这池子。嗯，这个，嗯，兑点热水，这怎么都不行。水温合适了啊，门一开，客人们都进来了。哦，我爸爸这给人试水去了，这是没洗澡啊。老贵族，嗯，什么贵族啊？老头往池子里边一下，就这状态啊，顺着池子边下，嗯，下来了。哦，哎。哎，别喝，别喝，别喝！我爸泡到茶碗里头了，是怎么？身份，张嘴就喝，身份。不光洗澡，一日三餐也是身份啊，吃的也讲究。早晨起来吃一碗卤煮，卤煮小肠，哎，猪肠子切碎了，来点蒜，一熬熬一大碗。哦，早上起来他爸爸吃这个，吃这个，得意这口。哦，到中午那山珍海味了啊，上什么好的？炖吊子。大肠，嗯，切碎了，来点蒜一煮，来大碗，什么山珍海味、哎？到晚上要清淡了，哎，好了，哎、来点这个大肠刺身，吃生的了，嗯，现杀的猪，嚯，猪都捆好了啊，踩着猪，哎呦，拿着刀，嗯，老爷子怎么样？吃吗？吃吗？用膳吗？还别提用膳了，你爸，嗯嗯，这扑杀猪，哎呦，倒这猪肠子啊，不是全倒出来，那倒出一头来。啊，就一头递给你爸爸啊！老太爷攥着这头，别作了！行了行了，这我听出来了啊！哎，这个拿着肠子头作，那不是吃肠子呢，那是吃的肠子里边那点东西呢，知道吗？不理解你们有钱人是怎么想的？这也压根儿也没怎么吃过，很厉害呀！啊，打这儿吃完到睡觉前不再吃东西了，哦，空腹了。哎，睡觉之前啊，吃一根人参。吃一根人参，吉林野山人参啊，这一斤往上的，嚯、哦，拿红糖把它腌了啊，红糖腌的人参，列位啊，人呐，哎、啊，
大象你也受不了啊？没有那么吃的呀。吃的老爷子眼珠子都红了啊！德刚啊，怎么您呢？我五天没上厕所了。好家伙，上火上大，眼都红了。嗯，老爷子，你张嘴啊啊！要看什么啊？便秘？没听说过，便秘看张嘴看啊？您听我的吗？啊，那人参别吃了，那是买点香蕉吧？哎，买大板香蕉啊！哎，嗯，那个最好的是那个泰国来的香蕉。对对对，哎，我觉得两三天就能好。嗯，两三天之后我看见他了。哦，怎么样，大爷？想吗？香蕉管用吗？嗯，不行啊！哟，一点都不管用啊！啊，怎么不管用啊？嗯，那于谦便秘，我给出的主意，吃了三根就好了。对呀、啊，啊，嗯，吃啊！你以为呢？这个，哎，这是什么？哎呀，手机挡着呢。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着我真心疼啊！啊，真心疼！我说大爷，我给您买点泻叶。哎，这就对了。中药店有一种泻叶，嗯，跟树叶似的，沏完之后喝，嗯，喝完了，我说您就准好。那是通便的。他这回是听我的了。哦，睡觉前喝的。哦。睡觉前喝点泻叶、嗯、关键你爸爸每天睡觉还好吃安眠药，不吃安眠药还睡不着。哎，拿着泻叶这摊儿送安眠药。哎呦，呵，怎么着？这一觉十个小时啊，早晨一睁眼，呼，哎呀，这别形容了啊，您就挺好。嗯，不管怎么说，老爷子在我心里边是这份的啊、哦，还这份呢？有事没事我就爱去、哦、跟老头聊天去。嗯，有时候走到那儿，有黄。嗯，皮条胡同，别提这胡同了，墙上画一圈写个拉字啊，别人都写拆，我们家写拉、嗯、你知道吗？再一看你父亲呢，嗯，在胡同口那站街呢。哦、啊、什么词儿啊，这是你会说话不会啊？你没在屋里边，在街上站着呢，那就晒太阳的嘛。晒太阳，拿着本书啊，现装的书，老版的呢。老头站胡同口，哦，摇头晃脑啊，这你是得好好提高提高文化了。怎么着？摇头晃脑，那摇头晃奶，那是我妈。哎，我真长知识哎！这没有这么个词儿啊。跟老头聊会儿天儿、嗯，啊，有的时候上家去呢，赶上老头也不在，嗯，不在就跟嫂子聊会儿天儿啊。啊，他媳妇儿有人认识啊？嗯，这份儿是那贤妻良母倒是不错。哎，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来说，他媳妇儿也排得上头里边。是啊，嫂夫人那不是一般人啊。是吗？那是富贵人家的小姐。那倒是，富贵人家是北京一个歌厅啊。啊，她是那儿的小姐是吗？啊，旁边那大宅门是那儿的小姐。你说清楚了吧？当初给于谦介绍女朋友，介绍多少啊？不行，哦，看不上。那是，唯独这个，嗯，瞧上了，这对眼了。那俩人打一碰头，嗯，于谦怎么样？定眼一看，哎。这个姑娘，你先等一会儿，你先身材相貌，这白净，不用不用往下说，不用，我再纠正您一个词儿啊，定睛一看，啊，我说的是，您说定眼儿一看，你不对，有什么区别啊？区别大了，按您说那我拿着顶呢，知道吗？哦，什么词儿啊？那就跟你爸爸过栏杆似的，就不要提这个。没有，那就不要太想象了。这个，反正两个人就结婚了呗。啊，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事，莫错过姻缘。这是老话。这媳妇儿娶过门，多疼人呢。这是挺好的。前些日子感冒发烧啊，大年纪的，把这媳妇儿急的啊，你可别喝西药啊，哦，有副作用。是我给你熬点汤药吧，中药好。现在哪有这个媳妇儿？嗯，这碗中药熬着凌晨三点半，这么费功夫。嫂子端着他。一脑门汗，那是啊，哎，嗯，大郎，嗯，你就喝了吧。嚯，他挣扎着啊，等我兄弟武松回来、哎。这会儿我跟王妈妈在外屋、啊，这怎么老有你呀、啊？这里，这改潘金莲了？您这说的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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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玩笑说玩笑啊，嫂子真疼人，而且聪明，人挺好。有时候在后台，嗯，那回就是。赶个啰啰来演出也没吃饭啊！孩子们说：“我给您端碗面去吧，凑合吃一口。”德云社对门有一卖面条的，嗯，牛肉面，嗯，这大碗这么大，嗯，您吃一口吧。我说：“哎，端着这碗，拿着筷子，嗯、一口没吃啊。”嫂子来了，哦，
他媳妇一推门，整碰我胳膊肘，啪！哟，这碗就碎了，得满地没吃了，碗都碎了。嗯，哎，怎么着？我这哎字没说完，嫂子话都到了。他说什么了？哎，什么哎？嗯，我陪你一碗就是了。我心里热乎乎的，哎，行，当然我是得回家。这你早就该回家呢，什么陪你一碗面，知道吗？你以为陪什么？我以为陪一碗片汤呢。嗯，这行了，说清楚了吧这词儿。所以说我们之间就跟一家子是一样的。是年下我还给他拜年去呢。那是啊，皮条胡同拉家又来了，啪啪啪一砸门，听里边出来的声音啊，就是嫂夫人。怎么听出来的呢？一边走一边还唱了小曲呢。他好唱，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呀，哎哎哎哎，嘿，情人郎你老没回来，哎哎哎哎，解开了香罗带，我是露出了兜兜来，脱毛裤，哎，穿上，哪儿都开春了还穿毛裤，你这老词儿吗？别唱唱这个，打开门啊，咱们规规矩矩的哦，这就对了，嫂子好，哎，春节快乐，好。一见不日如隔三秋，我今天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我师傅等会儿，你说你这是说对了还是说错了？这一看这个艺人呐，幼儿失学，成语他都不知道啊！一见不日如隔三秋，那叫一日不见，知道吗？行，什么叫行啊？听你的，不是听我的，你改不改？我就不改。行嘞，嫂子好啊。一日不见，别在这儿蹲，这废话，别在这儿蹲。嫂子，您听好了啊，规规矩矩的。哎，嫂子看我也高兴。是啊，死鬼，嗯，挨千刀的哟，小没良心的啊，你还知道来呀？嗯，是没办法，看得紧。嗨，没有这么对话。那个谦儿哥呢？哎，你来的正好。哦，他刚走。哎呀。刚走就正好啊！哦，得嘞，那什么，我上里边瞧瞧老爷子去啊！哦、老爷子不在啊、哦！老爷子早晨三点拖完了就走了。哎，这家拖的呀！啊，好家伙，太敬业！哎，越拖越早了，这个太敬业 啊, 啊！我瞧瞧老太太吧。哎，到这屋打开门，嗯，你母亲正弹钢琴呢。哎，她好这个，这是一般老太太吗？啊，能弹钢琴，嗯。谱架子上写着呢，那叫什么呀？嗯，柴可夫斯基是多少协奏曲啊？还挺高端，咱们也不懂啊。老太太坐在这儿，哦，咚咚的咚的咚，咚个啷当咚的个啷的咚。我妈坐猪圈里弹的是怎么的？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知道吗？柴可夫斯基哪有柴可夫啊？送柴火那个司机，这好，没有这曲子。一曲终了啊，老太太回头看见我了，哦。兄弟，哎，等，越说越不像话。我母亲见着你叫你兄弟啊，肩膀齐为弟兄，咱俩已经哥们一样。那说对啊，你母亲就是我的妈，哪能叫兄弟啊？那他怎么说的呀？你听差了啊！老太太说：“哎呦，吓我一跳啊！”我还说这是谁呢？德刚来了，好些日子都没来了。嗯、那回我还问他们说：“这小子干嘛去了？”他们说：“你忙。”我说：“忙，我想他呀。”德公说：“告诉你一声，上这来坐一会儿，我心里也痛快。”这么一段话，你听成了兄弟。我这耳朵要不要不吃劲了？太省略了，我这个娘您挺好的、啊，我挺好的。哎，那个谦儿出去了啊，谁知干嘛去了？嗯，老爷子拖完走的。哎，他都知道。哦，他挺好、啊嗯、我给您拜年。嗯，嘿，小子，今儿可不光是拜年哦，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哦。哎呀，娘啊，啊，这是怨我了。怎么不知道啊？嗨，我得给您备寿礼啊。那倒不必，我拿个本记上今天。哦，明年今天我还来。对，明年今天就是您的周年。哎，这什么话这是？不能、啊、太太说太好了，太好了，还好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好嘛，也不知道好赖。哎呀，我这过生日，家里都出去了哈。啊，那个姐姐们回来了吗？我姐姐，她有四个姐姐啊。想当初是北京的高考的尖子，学习好，那学习状元。嗯，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哎啊，
那是留学去了吗？上那儿就留在那儿，让他们跟那儿学，就没回来。哎，这个别学了。我说像这大户人家，这日子 啊，应该好好的庆祝。哦，最次也得请几个和尚给您念《增福增寿经》。这您说的是谁会呀、现如今我还会。哦，老娘请来上座，嗯，我给您念《增福增寿经》。这好啊，儿子你外行了，嗯，听经哪能坐着？那等我躺下啊，躺下。老太太躺下了啊，拉个床单盖上。哎，好，全盖上了，自己还念喜歌呢。那喜房中喽，这是喜歌啊！我给他念这《增福增寿经》，我们听听。道长成就，镇济疆场，嗯，摘竹千乘，上香设拜，叹息呀，海中响声号，苦海滔滔，孽子招迷人不行半分好，世人不把弥陀念，枉在世上走一遭。这是《增福增寿经》吗？这个。接的接的本儿接的本儿增接的什么什么什么杜明君戏什么呀这是啊这老和尚坐着船来的这是我的啊巴扎嘿哎呀好嘛什么都有您这里头就会头两句后不是啊我说的呢念着念着老太太睡着了哟我也不能动啊那万一搅和了怎么办呢那就别动了就这会儿门一开啊你媳妇儿进来了那是有事儿站在门口瞧着我嗯怎么意思啊啊不是怎么了这走哎这就回来哪儿就走干嘛呢这满脸跑眉毛的这个。叫我出去上厨房忙活做饭。那就说就完了呗。老太太睡觉了吵醒了不合适啊。就这样啊。哎我们俩赶紧出去上厨房。哦。到厨房关上门把插销插好了。被帘子挂。干嘛呀这。做饭。做饭就做饭插着门关上插销还干嘛呀这是。你们家平房啊没有抽油烟机。哦。万一油烟子出来把老太太熏着怎么办哦怕把老太太熏着。你们俩就不怕熏着啊你有点太疼人了这废话没干嘛这我们会人工呼吸啊哎这就用不着用不着做饭做饭啊正做饭呢嗯前边打起来了怎么了你母亲跟你儿子因为什么呀你儿子淘气啊把老太太烟袋弄坏了哟你母亲有一个烟袋对好翡翠的嘴儿嗯乌木的杆儿白铜的锅子好着呢这是老太太的陪嫁真是多少年了嘿四五年了哎四五年了四五十年了四五十年了对老太太爱如掌上的明珠一样就喜欢这个想当初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啊一队日本兵把你父亲押出来了哎呦那队日本兵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啊日本军曹拄着刀问你母亲哼二者只能留一样你挑一个吧嗯你母亲眼泪哗哗的那是、啊、一直你父亲哎他弄走吧弄走了你父亲抓走之后第二年啊有了你大姐你才大个年、啊、所以这个东西在家、哎、不对了你先等会儿上可不对了您等会儿、哎、抓走第二年有我大姐合着这里边没他什么事的不你们家人缘可好了、啊、这那人缘什么事不是你看这就没意思了、啊、老头是抓走了抓走之后呢哦，抓到兵营他跑出来那就对了嘛一出日本兵营啊，日本兵过来了、啊、打死了没打死啊，打腿上了没死了人掉山涧里边了摔死的是吗山涧底有水呀、啊、掉水里头了他掉石头上还是摔死了石头上有草垛、那是软的草里边立着一大铁叉子叉死的你跟他有什么仇啊这是没叉子铁叉子他往旁边落、啊、旁边一棵大树哎树掉树上冬天都是干枝子 啊老头捂着脸啊没扎着扎屁股上了呵好踩着树掉着悬崖那边就上来了、哎、他爬上去了日本兵等着呢、还是打死了你折腾他干嘛呀你挤兑我干嘛呀不是废话那这样说能说三天你谁让你这样说我有的是让他死的法你知道吗没听说他就没死啊就没死得没死没死还是的吗对他死了谁跟你说相声是吧哎这
占便宜您。你最好照着词儿说，我告诉你。哪有词儿去？您知道？简短截说，小孩跟你母亲那是把烟袋弄折了，折了就完了。老太太追着孩子满处跑，哎呦，孩子哭啊啊！这一哭，你媳妇听见了啊？不对，怎么着？孩子哭，我得看看去。去吧，怎么回事啊？刚才玩的好好的了。哎，你先，不，不是你们做饭脱衣服干嘛呀？他进来时候把貂皮大衣先脱了呀，那穿貂皮大衣做饭去啊，换上围裙什么的吧。这是换围裙，对。这现在又把貂皮大衣又穿上啊，好家伙，我得看看去。啊、这是怎么话说的？好好的，这是个忙叨劲儿的呀。他出去了啊，我也看看去吧，跟去吧。好模样的，你这、你连裤子都脱了，你行了？没有这样的，你出来一看，吓死我了，怎么？请您欣赏相声《金兰谱》，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多好啊！今天是泼水节，这儿过了，怎么你们这扇子都破了？挺好，这还一把整的呢，真不错。嗯，这俩孩子是我徒弟。哎，原来是国家游泳队，这练的扎猛子啊。你瞧那个没基础啊，干这个来了，说相声了。哎，像他们这演出呢，这叫掖场。哎，中间插缝，行话这叫掖场。对，包括之前还有大胖子掖场那个啊。喜欢他哦，好奇他大胖子黄玉夫，对，多可乐呀、啊！嗯，打小就聪明，是，他跟徐德亮同班同学的。哦，他们同学小时候他要说相声来，哦，老师不收，不让来，太胖，怕他智力受影响。哦，他爸爸带着来了。哦，老师求求您，我们这孩子要说相声，说情来。老师，我考他吧。嗯，一加一得几？我爱说相声。六，这还想呢？我爸爸急了，老师对不起啊，认生，您得给您机会。嗯，一加一得几？四，还是不对。老师对不起啊，谢谢，您得给您机会。哦，一加一得几？十五，往高了猜呀、啊。爸爸汗都下来了。嗯，老师得给您机会。嗯，一加一得几？二，啊、哦，这对。他爸爸急了，您再给个机会吧。教您一诀窍哦，这个演员台上什么样，台下就什么样，那一样的人，台上一站，他把他内心世界全表现出来了。哦，你去琢磨去吧，百试百灵。对，平常是个反应。您可能没接触过相声演员台下，嗯，你看他台上什么样，他台下就什么样。哦，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相声演员多厚道一点，对，省得露了馅儿。拿我们观众来说吧，啊，咱们之间这个交往也很主要，是吗？我们跟您啊，不分高下。哦，台底下做什么工作都有。嗯，保新大企业家，老板，再有政府官员，嗯，也为不哪位非洲哪个酋长的娘娘，上这儿来了，这哪有准啊？啊、哦，没准儿，这没有准儿啊。嗯，但是不管您什么身份，进着门来往这儿一坐，咱们就是朋友。哎，谁也不高谁，谁也不低谁，都平等。人活在世，没有亲戚可以，没有朋友是不行的。哎，那倒是，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哥俩来说，啊，好朋友，对，台上好伙伴，台下好弟兄，哎，有交情，超过了普通朋友。是，他对我，嗯，100%。那好啊。要不然能合作这么些年吗？对，我有个头疼脑热，他比谁都着急。可不，他病了，我不能不着急吗？我看病去，嗯，打针吃药，噔噔噔，楼上楼下跑，还得忙活呢。就忙着他，不容易。古话说得好啊，百日床前无孝子。
我儿子又当如何？别比了啊！我就是那孝子，是怎么着？不是，你有病我也得管呢、啊。您一样着急呀、啊？不是说别的，两人就跟一人似的，这都互相的。于谦病了，我急得跟什么似的啊？北京、上海、广州找大夫，哦，求医，甭管多少钱，嗯、啊，能治吗？有救吗？花多少钱？我掏，您给。我着急，急死我了。是，大夫得一摇脑袋，这我没把握。那、啊、我眼泪就下来了。你看，我得救他呀。啊，一出门，哎，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有救了，好嘛！我这个心算是搁在肚子里了，行，死不了，一针灵嘛，是吧？别提这一针灵了，这我这病都跟电线杆子上贴着呢。你看，偏方治大病嘛，这行了。你要丢了驴了，你也得吃泻药。这就不害的，这个是不是跟我那病没关系？说这意思，交朋友，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当一炉香。这怎么讲啊？桃园结义，刘备、张飞、沙僧，仨人一出。哪儿？你先等会儿，不行不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红楼，你等会儿，别说了。哪儿啊？怎么了？这桃园三结义串三本书啊？这这，把仨人放谁谁来着？刘关张沙僧，沙僧跟谁？哪有沙僧啊？刘备、张飞、关羽，这仨人。刘关张嘛，是吧？一个头磕地下了，一个娘生的一样，还能跟亲兄弟似的。宁学桃园三结义啊，不学瓦岗一炉香。瓦岗《隋唐演义》有这个哦。瓦岗寨四十六友，光叽叽头磕地，跟亲哥们一样。嗯、啊，到后来这一下子，一个人起义歹心哦，瓦岗寨这点交情全散了，就瓦解了。别瞧这了。啊，是不是？现如今也有的好朋友，哦，但是您注意啊，酒肉朋友不可取。您说吃吃喝喝，哎，走吃饭去，走走，咱头一段，哪吃？头一段，摊点什么事跑了，哦，又没他了，这个不叫朋友，哦，啊，还有那拜把子兄弟，那干哥们儿，干哥们儿后台徐德亮，亮子，今儿跟我说了，哥，我跟您说，师哥啊，我跟王月波拜了把兄弟。哦，他们哥俩拜了，王月波是我的大哥。好啊，我说你干嘛非拜他呀？是啊，你知道我嫂子多孙子吗？啊，什么心眼啊？这是，是不是？哦，瞧上嫂子了。那由此可见，月波也是很厚道的人，知道吗？这还大方，交情。这种结拜就叫金兰之好。哎，拜金，拜金兰。干哥们儿，嗯，现在是不得再有。哦，可能有的年轻的朋友不理解，是怎么回事？举个例子啊，嗯，王拿老人来说吧。哦，您的父亲，我的叔。哦，我父亲，老爷子，比如找我来了啊。嗯，德刚啊，嗯，有一个问题困扰我一生了。哟，我闹不清楚啊。什么问题？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吗？啊啊。哟，那老爷子，您别别您，我知道的，我说您说什么什么事儿吧？哎，什么事儿？我搞了一辈子科学研究，但有一个难关的，我攻克不了。您说一下。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远瞧灯笼大，近瞧大灯笼，走进留神看灯笼进窟窿。嗯、啊，我这一辈子我没闹清楚，破灯笼吗？啊，对，可不是就是破灯笼吗？这个，你爸爸听，好那么回事啊？才明白，痛快了啊！一辈子的困惑解开了，是无以为报，咱俩拜把兄弟啊！拉皮儿了，这就。我说比你大，你是我兄弟。不是，这行了，什么呀？嗯，说我爸爸一辈子没听过相声是吗？他哪听过这个去是吧？这就拉皮了，这不像话。一块儿哪知道这个是吗？这就是金兰之好啊！过去来说啊，交情好的有几位？都谁？杨左之交，杨左、杨觉哀、左伯桃。哦，有这么两位。哥俩一块儿出去求官去。哦，半路途中天降大雪，俩人的衣服很单薄，带的吃的也少。哦，连吃的带衣服给一个人吃，这人也暖和了，也饿不死。哦，这俩人都分着一块儿来分。哟，你说这玩意儿啊，左伯桃把衣服脱下来，嗯，把吃的都拿出来，兄弟，你来这个给杨觉哀，你拿走，你穿上暖和和的啊，以后想着把我买。来了哦，这个交情太好，自己动恶而死哦。如果说咱俩人搁这个情景，你能为了我动恶而死吗？我行啊，死去。
死去。杨觉哀也不错呀，杨觉哀做了官之后厚葬左伯桃啊。哦，后来左伯桃托一梦说，你把我埋的地儿啊跟荆轲挨着，荆轲赐秦王的勇士哟，他晚上就早就我打不过他啊。杨觉哀一听拔剑自刎，这干嘛？死尸也埋在这儿，叫二鬼战荆轲，一块打人家，多不容易啊。好啊，咱俩要搁在这儿，你能像杨觉哀似的自刎为我而死吗？没问题，呵，死去。您先等会儿，咱就是好朋友了。等会儿吧，等会儿吧，郭先生啊，咱是好朋友。我问问您，嗯，如果咱俩是这样，您能不能像左伯桃似的把这东西都给我，然后您自刎，咱俩二鬼战荆轲，咱来一个，您行不行？打荆轲呀？啊，荆轲太愣了，他连秦王都敢刺啊，何况俩说相声的呢？这时候怎么全想起来了？是不是啊？像理不像人哦，遇事儿得顺办。怎么个顺办？你迁坟呢？他跑啊，对不对？哪儿都是办法，海葬，海葬给你捞出来啊，弄好了磨成粉，来电扇一吹，也是个法儿。这什么法儿啊？这是好朋友吗？就这么朋友啊？比喻，这里没咱事儿，别看看我。那咱俩甭跟人掺和。还有这紫气听琴，俞伯牙摔琴啊。俞伯牙是晋国的大夫官，对，那年头都是天下访贤哦。走到这儿，坐在那儿一弹琴啊，把这瑶琴拿出来，珍贵无比啊。是，坐在船上，琴可好了，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宋王天子哪儿去？行了，讲这样吧。呀什么呀？您说那这么弹的那个？哎呀，不许歪着点头吗？摇琴啊，摇琴，等弹着呢，弹着呢。钟子期打那锅一听，呵，弹得好啊！啊，嗯，哦，咦，他也叫好啊！啊，哦，也叫好，你叫好啊！啊，伯牙把他叫上来，俩人一盘道，哦，这怎么回事？呵，钟子期一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说，哦，俩人八拜结交，哦，到后来子期死了。俞伯牙很难过，嗯，子期不在我对谁弹呢？哟，拿过瑶琴，啪就摔碎了。哼，捧着碎瑶琴来到保险公司，你看这个，弄保险去了上哪？你鉴定一下这个。那是，你行行行，没有保险公司什么事？交情嘛，交情嘛，啊，说这意思。哦，交朋友要长住脸，哎，得认对了人，不是什么人都能交。是，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哦，还有小故事。漫天飞雪。冬天有打树上掉下一只小鸟来，麻雀打窝里出来，毛都没长齐哟，刮着风下着雪啊，冻得儿子马上就完了。哦，寒风凛冽，小鸟跟这儿叫唤，远超等等等，你爸打我了，走你就是看走你就哭了。我爸就这鸟啊，叫嘛鸟叫唤，怎么全叫这个呀？我很可怜啊，马上要死了啊，来了一头牛哟，走到跟前，牛一抬尾巴，哭嚓，对，弄根芦粪，哟，把小鸟盖住了，砸着了。可是很暖和，鸟活了，它这就活了，它没死。啊，活过来，来在牛粪里边唱歌，还唱歌，来唱灯笼的，打灯笼，你就会这套似的。我这这这这，这鸟还开手呢，还没听说过，甭加身上了，这没有。他唱吧，你高兴吧，正高兴呢，赶那边来狼，咬动静，拿爪子扒开牛粪，把这鸟汤给吃了。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啊。告诉什么呀？不是每一个往你头上弄粪的都是坏人，也不是每一个打粪里把你救出来都是好人。如果深陷粪堆，记住了，闭嘴是很重要的。知识啊，就这知识啊。您这人太善于总结了，你细琢磨去吧。啊，细琢磨很有道理。是是，所以说交朋友一定要长住了眼。对，今天来的朋友来着了啊，告诉您几个秘方。秘方有这么几种人不能交，都哪种人？打车抢着坐后头的不能交，
怎么坐后头不交？他出来了，打开他坐后头，他不乐意结账。哦，坐后头不结账。哎，车到那儿一般都前面那个，是吗？表一想多少钱，这儿掏钱给，他这方便。他坐后头，当然了，有的时候坐后边他也跟着抢着付钱，也给吗？哎，到了地儿了，夸着一看十块钱，哦，他掏出100块钱美金来，这个和这个，不来。谁找的呆着了 啊这没有、啊、人前面当然说哎我是有哎人就给了、啊、哎当然有时候他也有失算的时候怎么啊掏出100美金来、啊、吃我这个吃我这个哦前面的掏出支票来了啊这得用你的好嘛、啊、哪有这么逗心眼的这个啊有这电视剧吗？啊，当坏人遇见坏人啊，有这故事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个洗澡后穿衣裳，这都不能交。这怎么了？哥几个没事儿出去啊，找洗浴中心洗个澡，聊个天去吧。还有这个，去到那儿什么都要。哦，果盘啊，啤酒啊，饮料，炒饭，没有都不要，吃了愣吃。嗯、啊，是吧？都要，要完了找按摩的、踩背的、拔罐子、刮痧的啊，好嘛，就差找一法医验尸的啊。那儿没有这个，就来一遍啊。嗯、啊。该走了吧，人家穿好了，这儿等着他卖。哦，一只袜子穿7回啊！呵，穿完一瞧，哎呀，错了，这是右脚的啊！袜子还分左右脚啊？怪吗？穿好里边热呀！啊，快点啊，快点啊！他两分，他都出完二汗了啊！走，我在外边等你吧。啊，走门口银台那儿把账结了，人家付账了，都是先出去结账，是吗？没有说到这儿不结账的。哦，先生，您哪位买单？后边那个，后边，后边哪个？后边没穿衣裳那个。后边100多位都没穿衣裳，是啊，哪有穿衣裳的？这样人不能交哦。还有这吃饭、快结账、上厕所，这都不能交。上厕所怎么了？哥四个吃饭啊，一看差不多快结账了啊，站起来奔厕所哦。哎，等着，人家这几位小等着呢，谁结账吧？喊、嗯、过来买单，结完账他回来了、嗯。哎，你们怎么又结了？不是人家结了吗？你就上那儿结去了，人家不结吗？结手去了。是吧？啊，当然了啊，这个一个人行，你四个人都这样坏了，是吗？喝完汤，提完牙，没事，四位都奔厕所了，全去了，都上那蹲着去了啊。一会儿伙计就进来了啊，蹲这四位哪位结账啊？跪那儿来了。好嘛，所以说交朋友要长住了眼。哎，对，我很希望咱们两个人做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咱们两个人本身就是好朋友，超过普通的朋友的交情。哦，像一个人一样。对，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哎，那您就是我的亲兄弟，是不是啊？哎，何分彼此，哪问贵贱呢？哎，上山时你扶着我脚，下山时我靠着你肩。嗯。不是脚，交情哥俩亲哥俩一样，知道吗？啊，我有了儿子是你的姑爷，你有了闺女是我的秘书、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好朋友，这里怎么还有秘书啊？你看，你看，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啊！我死在你后头啊！你不听我的，你死我头里。我怎么老听着我死头了啊？交情啊，哥们儿，交情啊，没有这么说的。怎么说呀、啊？应该咱们重说 啊，重说。您就是我的亲兄弟，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姐姐就是我姐姐，我弟弟就是你弟弟，我舅舅就是你舅舅，我叔叔就是你叔叔，我父亲就是你父亲，你母亲就是你母亲。怎么那么乱呢、啊？这里。太乱了，怎么了？太乱了！谁要说你不好，我就生气；谁要说你不好，我也不答应啊！为了你，我能跟人拼命去；为了你，我都敢不活着了。有人给我一人肉身这么长，哟，不要给于谦送去。对，人要送我20条金砖，嘿，不要给德刚拿去。有人拿了一小木盒送给于谦啊，于谦打开一瞧，里边有一个坏蛋。嗯，你要留下了，你就是坏蛋。我能瞧着吗？怎么办？一把抢过来塞我兜里，我是坏蛋。呵，我呀，从您兜里拿出来搁我兜里，我得是那坏蛋。我一把从您兜里抢出来搁在我鞋里边，我是坏蛋。从你鞋里拿出来搁我裤子里，我是那坏蛋。从你裤子里拿出来塞你嘴里，我是坏蛋。没那么塞的，没有那么塞的。交情啊？什么交情？裤子里拿着往嘴里塞呀、啊？拿出来搁在我枕头底下，哎，坏蛋！我抢过来搁我立柜里，我是那坏蛋。从你立柜里拿出来搁在我的箱子里，我是坏蛋。箱子里拿出来搁在小盒里头，完了把它锁上，把钥匙扔盒里头，我也是那坏蛋。我不要了，给你。啊、我
不抢啊？我费那劲呢，扔到山里边了。不成啊，你得抢啊，还得抢，得抢。哼，我下河摸去吧，东一摸西一摸，找着钥匙了。哎，开开你那锁，拿出来这坏蛋，嗯、我搁你家祖宗板上，我是坏蛋。搁我们家祖宗板上，你不好这个吗？您要这么说，我也行啊。怎么说？从我们家祖宗板上把它拿下来，我穿街越巷，翻山越岭，找到你们家祖坟，把打去坟头土，棺材打开，然后把这坏蛋搁你们家祖坟的棺材里头，我得是那坏蛋。好，我把这拿出来之后，翻山越岭，越岭翻山来到你们家祖坟，打去坟头土，把你爷爷那棺材撬出来，把棺材撬开了，往里一放，嗯，还放不了。怎么？里边有一坏蛋。